打正打，不会怕我输不起吧？输了大不了我从三楼跳下去，你输了也一样要跳。小燕，何必这么做呢？新晋赌王阎立山与旧一代赌王四哥上桌玩牌，本来就是一场无关利益的友谊赛，但阎立山却为了私仇执意跟四哥玩命。作为曾经的赌王，既然上了牌桌便没有逃避的可能，四哥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众所周知，在武术界有句话叫拳怕少壮，而将这句话搬到赌界也同样适用。四哥年近六旬，记忆力下降不少，更别提有将近十年没有玩过牌了。反观阎立山这边，这家伙从日本学艺归来，赌术长进不少，何况为了这场赌局早就做好准备。几回合下来，四哥便输光了筹码。本以为开赌之前说的跳楼只是一句戏言，但没想到阎立山却是玩真的。十年前他输给四哥后，被对方逐出赌界，最终被迫带着弟弟去到日本求生，为了生活甚至挑过大粪受尽小鬼子的白眼。那时候起，阎立山便暗发誓，一定要学得高超赌术，杀回香港报仇雪恨。听完阎立山的话，四哥保持着一贯的优雅姿态，默默点燃了嘴里的香烟。他表示自己当了几十年的赌王，其实一点也不好过，因为期间不断有人向他发起挑战或者视他为偶像，导致无数人被赌博弄得家破人亡。他之前侮辱阎立山，将其逐出赌界，也是不想看到阎立山误入歧途，重蹈那些人的覆辙。人人都说赌王风光无限，但又有谁知道站在顶峰的他被更多普通人骂为祸害。四哥的肺腑之言在阎立山耳里全当是在放屁，属于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阎立山的一拳将赌王保持了几十年的优雅彻底摧毁，接着更是让小弟将四哥的手脚各打断一根。一旁洪磊见状跪下替四哥求饶，但他人微言轻，根本阻止不了阎立山。四哥知道死期已至，他不愿死在阎立山的手里，随即一口老血吐在对方脸上，然后从高楼跳下。东景生引来不夜天诸多客人，小豪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结果却发现死者竟是自己父亲。抬头望去，阎立山站在窗户前洋洋得意，不用猜也知道是此人所为。小豪一怒之下冲入警局报案，谁知警方却表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四哥是他人所杀，最终以赌王输不起跳楼自尽，唯有草草结了。与此同时，刚逼得四哥跳楼的阎立山转眼间又约出当地多名官员和警长同桌玩牌，看几人谈笑风生的模样，就能猜到四哥的死为何如此仓促结案。这时小豪打倒守卫闯了进来，大吼着要替父亲报仇。阎立山见状稳如老狗，笑着问道，这位年轻人，你想怎么报仇呢？我要跟你打一把，如果你输了，你就要从这里跳下去。阎立山表示，跟自己玩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是家财万贯便是权势滔天，你个小混混拿什么跟他上牌桌呢？小豪听后哑口无言，被乱棍打了出去，这时昏迷接着丢进小巷。此时天空忽降大雨，似乎就连上天也在为小豪悲泣。等到小豪再次醒来，已在床上，原来当晚是小文将他救了回来。女人爱慕小豪已久，为此不惜背叛阎立山。为了帮助男人复仇，小文将在阎立山手里学的赌术倾囊相授，而他唯一的条件便是得到小豪年轻强壮的身体。到了夜晚，小豪秉持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帮小文完成了心念多时的愿望。之后的时间，小豪暂住在了小文家里，两人白天练习赌术，晚上则锻炼身体，日子过得十分快活。但久而久之，阎立山发现了小文经常无故请假，派出小弟调查才知被戴了绿帽，约出小文出门游玩。阎立山在车上向小文提出求婚，女人一听心里十分激动，毕竟跟小豪只是一时快意，能嫁给阎立山才是终极梦想。而就在小文幻想着当阔太太之际，阎立山忽然话锋一转，我最讨厌人家欺骗我，你有没有跟他上过床？小文虽然心虚不已，却仍坚持否认跟小豪那啥。阎立山听后表情渐渐归于冷漠。这时车子已经开到野外，阎立山下车不等小文便将车门关上，随后示意手下做事。山哥，山哥，山哥！此时小豪正在家里苦练赌术，一阵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只有一个箱子放在门口。小豪想也没想将其打开。就在小豪悲痛之时，阎立山的小弟已然杀到，但此时小豪在怒气加持下已今非昔比，几名古惑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在干翻数人后夺门而去。得知小豪逃走，阎立山在江湖上下达了赏金高达百万的追杀令，但即便如此也没人能寻觅到小豪踪迹。有人说他重伤死了，也有人说他逃到了国外。数月时间过去，香港某码头上出现一个年轻身影，这家伙不仅力气胜过一般人，就连赌术也是鹤立鸡群，但没人知道此人的过去，只知道对方常常将复仇挂在嘴边。